我真的比较习惯麦昆诶，这个你就还好。某个老师有 GTA 哦，这个我知道，我看到他有好友，可是我不知道他强不强。你有玩过《抢劫二到五玩家》？欸，我跟你讲哦，我当时也是很后面、很后面才开始抢劫的。我就是很怕雷到人，我完全不敢去摸抢劫。那时候是鱼竿跟菜渣他们一直拉我去，我才说，他们说是缺人，然后问我要不要，我说，好好好，我来补位吧。不然其实那时候只要像如果是奶绿说要玩，我就说啊，那奶绿先玩，然后或是巧克力说要先玩，就让他先玩。就那天是刚好大家都卡，缺人，所以才会有还想开飞机的影片。对，不然其实我很怕，真的是很怕雷到人。那是之后啦，抢过一次之后就比较有自信了，然后就比较敢抢，不然真的很怕欸，一点疏失造成大家要宠那种感觉。我当时承受不起啦，当时应该说我脸皮本来就很薄，然后就真的很怕让鱼竿他们全部重来。啊，他们就是他们像阿帕把那个电脑重开机，或是一个不小心被爆头死掉，我就觉得还好。可是我就是真的觉得我自己雷到他们就是不可以。懂那种感觉吗？中！欸，其实我这分数你看好，个十百千万算，其实我已经可以结束了。空空，因为我觉得我在羞辱你。你空空没看台吧？算了。但闪电麦昆就比较超强欸。我常常打城堡赛的时候，我可以直接开麦昆的技能连续三次，我都不用拉，就直接在左下角点麦昆的头，蛮长的。啊，我不知道背面有没有也是可以这样子啊，毕竟我没有。要搞不好背面可以更屌啊，有没有？可以放四五次技能。真的吗？可是我觉得背面真的比较强欸。背面不是也可以把泡泡变成背面吗？啊，麦昆只能变出三个麦昆而已啊。哦，对啊，讲真的啊，到后面空泡泡真的太多了。你按第三次场上效果就没有，什么意思？你说背面的效果吗？可是我觉得还有一个我也很喜欢啊，黄色那台车啊，那台车要打彩蛋才有，转蛋没有。那台车封测的时候真的好爱用哦。北面都消光光了，哦，你是说没有泡泡了？你看我麦克玩，常常玩到后面都会剩一大堆爆炸泡泡。
屌啊！没关系，因为黄色那台车它的效果是，它直线往下冲，会把所有的角色集中在中间，然后随机几个变成他自己，所以他也可以连放好多次技能。欸，我反而用这个分数比较高欸。啊，我不要米妮了，烂东西。啊，不然我抽到彩色的球就关掉这游戏吧。遇到你还不先认输。真的啦。哎呦，不会啊，因为我如果等一下游行结束游行的话，就一定必抽一颗啊。那个啊。有时候真的是还在看，他们就自己连，真棒。怎么破到顶是怎样？破什么破到顶？我在危机，天啊！我分数现在目前低于他呢。你看右上角，他写着"危机"两个字，表示我现在很不妙。可是他不是即时进。即时比赛啊，我就觉得很可惜。如果他即时的话，那就很好玩了。哦，又没中。我的麦昆有进阶吗？加五啊！这游戏你还不进阶啊？哎呦，哎呦，我觉得他写的危机是代表我的电脑要爆了。没声音了，没声音了，不妙了，不妙了，不妙了。这一场大势已去，这场我输了，这场输了，能靠这一招了，咻！好，没中，
输了啦，分数怎么差那么多啊？刚刚300万嘞，你 差太多了啦。连胜会保留，不会啊，连胜就没有了。哦，不行，按暂停退出。啊，连胜能干嘛？所以连胜到底能干嘛？我不知道哎。安安哦，啊，连胜到底能干嘛？我今天连胜到连胜九就输了，输给一个。加27的背面，这是北极吗？等一下，这是北极吧？还是我换平板玩啊？看一下哦。北极没玩，你看这个 ID 北木极耶。搞不好他有偷偷玩啊，没跟我们说而已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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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咻！喂，还要浪费一次，挤进去。适合麦昆，还好欸。哦，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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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手机好像不行了。我觉得很运气呀。麦昆比较适合泡泡多的啊。你看，我刚刚麦昆300万，啊，前一场160万，对不对？哦哦哦哦，完蛋了！我觉得我手机要爆炸嘞！看来玩这款游戏真的会害我氪金，下一个氪就是手机了，花钱买手机喽！换平板，好啊，等我一下，这平板更难滑欸。我已经偷偷把平板充电好了，就在昨天晚上的时候。
还没碰到那一颗哦，还我次数哦。好啦，我看也是去了。好啦，请记好现在卡卡的画面，我们下一个画面见。哎，折头看到没有？333万。可是你看现在结算画面又很顺。好啦，我们等一下见，不等一下见，我先关个画面，不然，欸，也不用啊。你还敢删我好友？我跟你讲，当时兔子叫我删你好友的，欸，跟你讲。好啦，先关一下画面哦，听歌听歌，休息一下，我手机。哦，好凶哦！欸，我还没有用过平板。平板截画面，欸，看一下可不可以。嗯哼哼哼，到后再说。同意。到后再说。镜像输出。哎呦欸。然后。不行，这画面真的太大了，我的妈。啊，我可以开了。我看一下哦，截到哪里？我要进游戏才知道。等一下，这边拉开一点，然后这边拉开一点，再来嘞。哦，好，刚好 ，perfect。哎，那不行啊。像声音。他截不到平板的声音。好啦，没关系，我们自己脑补歌哈。你看，哎呦，是看桌面拍谁？现在开始有玩家迷你派来字幕，我都加要饮料我就买吃的，要冰淇淋我就买寿司。好啊，来呀，啊。现在。有票要到期咯，可是我不知道那个是机会票啊，所以我说等一下如果有行的话我就来机会一下。